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分林新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王义川发起全台大扫街拜票活动，七十中道是为彰化县经过西里大桥到分林，并甲第二选区立委候选人刘建国进行联合拜票，希望乡亲共同支持民进党以及民进党籍总统立委候选人。沿路毛正侪支持者对着车队并大声发动选。川流不息，民主前进，全台大扫街拜票，伫咧正月十号中昼时来到西里镇。发起人民主进步党无分区立委候选人王义川，也向分林县第二选区立委候选人刘建国来共同进行联合拜票。距离总统立委选举只剩最后三天，恳请民众一定要选票来支持民进党以及民进党籍的总统立委候选人。我们的全台大扫街今天刚好到一半。第三天的中昼来甲西里，来甲乡亲恳求拜托拜托大家当支持刘建国进党票支持六号民主进步党总统咱分林吼这条线爱修好条，因为咱对屏东一直拍起来，拍来到分林后一关就是要这边彰化。一直拍个拍个台中。刘建国表示，感谢民进党无分区立委候选人王义川串着全台民众斗阵来守护台湾，和大家斗阵抢、斗阵拼，和民进党伫咧国会人数过半，台湾才会当来更加进步。希望会当串联全台守护台湾所有这些有来人士，大家同齐合力做一拼，因为台湾的国会若无过半。台湾一定乱。今仔日，伊对罗志溪，咱的北回北花来甲咱南花，北花第一色就是吴英玲，吼，南花第一色就是刘建国，这两花串联起来，台湾才会当更加进步稳定。距离总统立委选举只剩最后三天，各候选人也将利用这最后的时间来大力催票，得到选民支持。也提醒大家，伫咧正月十三号一定爱去投票，用手中的选票来决定国家的未来。记者江怡畅报道。